你叫苏玉啊？有事吗？你怎么想听那么两歌？你管着吗？我叫无比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忍着，哥送你去学校。为什么帮我？我就是看不得咱们班同学被欺负。说，谁是变态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咱现在是一个重组大家庭，理应互相关照。你好，我是叶婉英。你讨厌我可以跟我说，不要躲着我好吗？你干嘛让别人进来啊？他就是昨天发烧临时借住这儿，不要再去骚扰苏玉。你不拿个奥斯卡影后，都对不起你的这份演技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妈的现任丈夫就是他爸。不会吧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就是想报复你。真够丢人的。你闭嘴吧你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滚回之前的学校去。我只有爸，没妈。你跟我说你不想跟家庭条件太好的人。你爸娶了我妈，你还在这跟我装穷套近乎，还想怎么羞辱我？我妈嫁的人就是他爸，我就是喜欢他们这一家，就是喜欢他们这个家这个氛围，有问题吗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儿子？如果他要你爸这个集团，你给不给？我给。那你现在跟谁一起住呢？跟那女人的儿子。你们必须给我分开。不可能。无比，你一定不能有事儿。你不是说好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吗？这个是有心灵感应的，只要你这边一按，我这边就会响，我就知道此时此刻你想我了。要是他这边停电了，我这边的时间也会跟着暂停，这样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。